正当家喻好男儿复活赛正如火如荼进行之时，陈显军、宋帅、马天宇以及卫兵这四位成功晋级的好男儿来到了上海东城展馆，为喜爱动漫的朋友们带来了自己的表演。帅气的好男儿来访，热爱动漫的观众自然不愿意放过他们与自己亲密接触的机会。虽然他们参加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拉票，但对于动漫又有哪个男生能免疫呢？记得就小的时候就看希瑞啊还有之类的，我们俩都挺喜欢这个电玩啊 cosplay 这些东西的，所以就特地来过来做那个节目。刘学弟上。